除雪神器功能越来越强大，不仅如此，这些现代化机械设备还越来越聪明。在湖南长沙，这家工程机械制造企业正在研发一款多功能除雪机器人。眼前这款除雪设备身材小巧，它擅长在狭窄的背街小巷作业。除了小巧轻便，这款设备还有一个聪明的大脑，可以远程操作，无人驾驶。这里面有激光雷达啊，有这个深度摄像头啊，那我们还有这个超声波啊，超声波等等，它具备了这个对周围的这个场景和环境的感知能力，可以实现这个智能化啊和无人化的作业。看过了除雪机器人，研发人员又带着记者见识了一个重达18吨的大家伙，这是一款高压冷风吹雪车。在中国企业没有研发出这款设备之前，国外同类产品一台的售价超过了100万元。吹雪车顾名思义，就是利用强劲的风力把雪吹干净。而这台高压冷风吹雪车，它的风力能达到多少呢？我们的标准风力就是说，要求我们达到110米每秒。实际上我们在峰值的时候可以达到125米每秒。实际上我们常见的我们的台风啊，它的12级台风的风量大概是32到36米每秒。实际上我们出口的这个最出口的这个中心的这个风速，相当于我们台风的3到4倍。